啊，因祥人说，由因祥而悟解真理，就开悟了。讲经教学是因祥啊。现在这些高科技的设备，我们要会运用啊。这一桩事情是早年方东梅老师提醒我的啊，电视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啊，无线电的广播都是好工具，工具没有善恶，啊，善恶在人呢。我们让他播什么内容？如果这些工具天天播映出来的，都是讲经说法、圣贤教学，这个世界。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诸佛刹土啊！如果这些东西内容都是杀盗淫妄，都是贪嗔痴慢，那是魔王的世界，罗刹的世界，全在人呢！啊，所以要会好好的去利用它。啊，老师当年讲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是最艰难。啊，真的，三餐饭都吃不饱，所以根本就没想到这个事情。啊，但是老师讲的变数很多，所以印象很深刻。我们就留意到了。